顶礼拜选举开票，柏如齐定位里长选举候选人出现共票数，蒋俊南和庄长元两个人实力相当，开票的结果拢是1166票。今日伫柏如齐公所来抽签，由蒋俊南得签，当选定位里长。真感谢一路以来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啊，从那一天我就很感谢哦，大家可以让我同票，同票我就很感谢。今天要顺利抽到当选，谢谢。这六个月来哦，半年以来，感谢我的妈妈、我的舅舅哦。啊，我们不知道穿破了几双袜子哦，啊也走坏了几双鞋哦。感谢大家，真的只有感谢，谢谢。真侪选票内底吼，也毋捌选到安尼共票啦吼。啊，今日吼，过来咱公所。一般这个用抽签吼，啊，抽签的结果虽然有一点啊遗憾啦吼，啊，我嘛继续搁为咱里面来服务啦吼。伫抽签现场，两人先抽出顺序签，由蒋俊豪抽出一盒确定清抽，结果蒋俊豪一手就抽出当选签，现流水拍泡啊！蒋俊豪是欢喜哭出来，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。就任了后，一定会专人为里面做代志。大雄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